里是首尔站，今天呢我们要和韩国的由米姐姐一起出去旅行。那今天我们要去哪里呢？네오늘은광장시장으로가보려고하는데요지금여기는서울역입니다저희가1호선을타고종로5가에내려서광장시장으로출발하도록하겠습니다출발출발电梯在二号出口，我们现在在往二号出口的方向走。从电梯上下来呢，我们可以坐左手方向的地铁去竹谷街。我们从首尔站坐四站就可以到钟楼五街了。8-3에내리시면바로엘리베이터가보입니다광장시장좋네요유미姐姐这里什么最有名呢아여기여기가요그빈대떡과네그리고김밥네뭐마약김밥을비롯한뭐잡채김밥 네그런것들이유명하다고합니다그외에도정말먹거리들이너무많아서요저희얼른또구경하러가보도록하겠습니다형씨가먼저가셔야될것같아요여기서나란히가게되면약간발이밟힐수가있을것같아요여기가매스컴을좀많이타서유명한오두두김밥그리고참치잡채김밥으로되게유명한곳이라고해요영이굉장히푸짐해요2,000원인데와김밥누드김밥에참치올려져있고잡채까지주세요우와대박엄마가해주신맛같아요맛있어맛있어신甜的到嘴里非常软好吃今天我们看了这个广场市场但是呢这里好吃的很多好看的很多我推荐大家真心的推荐大家一定要来看一看那由米姐姐您觉得怎么样呢시장그입구나들어가는그통로들이비교적그렇게좁지않아서네다니는데큰어려움은없었지만사람들이이제북적이는그시간들이많기때문에네좀이렇게피해서갈수있으려면네동행인과함께가시기를예권유해드립니다